啊，最近的，最近的是我的大学的后辈。哎呦，神掰！对对对对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！哎，各位观众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对。白天。没错，白天。但是这个系列叫做在黑与家说晚安哦，就在我的家说晚安这样啊、哦，原来对对对，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？是因为有一部 Animado 叫做在魔王城说晚安，它里面就在讲说，就是公主 Hime 被绑架，可是她在魔王那边过得很好这样啊、哦，原来，因为可是她很喜欢睡觉，所以她会把那个魔物杀掉，然后做成床之类的这样。好可怕哦！然后我后来就想说，因为我喜欢聊恋爱话题，是哦，我还蛮喜欢。对，你也少女呢？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很喜欢。像上次我们去喝的时候，哦，有呢。对，我又一直聊恋爱话题，所以就是变成了这个在黑羽家说完。哦，原来这个是系列的第二集，第二集哦，第二集。然后今天因为俊讲比较喜欢喝酒，喜欢对，然后喜欢啤酒嘛。哦，啤酒的话，啤酒你其实喜欢金牌吗？还是喜欢哪一个？啊，我最喜欢的是那个十八天啊。嗯、可恶，还是我那时候在想，这个比较喜欢还是十八天？嗯、因为我喜欢喝十八天。哦，是哦。对，然后这个的话，哦，用啤酒调的。这个是用啤酒的，这里面是啤酒、哦，然后叫做没来由喜欢你，没有原因喜欢你，没有理由，对，没有理由，你可以喝喝看。哦，谢谢谢谢，我自己有准备一个。哦，准备。这个番茄，有梅子也有番茄，这样、啊、梅子也有，对，梅子也有。啊，原来，所以会有点香香的。哦，这个我喜欢。哦，嗯、哦成功、嗯嗯，成功。这个很好喝，然后这个是我今天 bonus， 就等一下聊一聊，喝完了还可以喝这个这样。哦、OK， 然后就可以边吃这样。好啦，那我们开始聊，俊讲多久没谈恋爱了？我大概七年，十年，十年没有女朋友，但是这个期间也有恋爱，但是没有交往，对，没有交往。那如何的？台湾人？嗯，也有，很怪，我还没有追，就毛主很日系的感觉。哦，日式，哦，对，哦，日本人也很喜欢，超喜欢。日本人喝酒都会配什么？这种东西，毛豆、嗯，还有豆腐，豆腐是不是？有吗？我今天做了麻婆豆腐，不是这样的，日本人的豆腐不是这样。日本的话有豆腐，然后单纯放那个酱油啊。台湾可能会加皮蛋，或者是放柴鱼片、啊，对，看起来很辣的哦，很可以吗？啊，我自己喜欢很辣的东西，很辣的，哎呦，对，喜欢辣的东西，还有辣妹。哦，辣妹也是辣的东西，合理合理，再救我了，这个看起来真的超级辣。我刚吃了一下下，我觉得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撑得住，没有到太辣，可是有点咸啊，咸的我可以。哦哦，咸的偏喜欢。嗯，可以吗？好吃。哦，真的吗？嗯，这个咸度很刚刚好。下酒的。哦哦，那可以，那可以，因为怕俊讲很快喝完，所以我们还有啤酒可以喝。刚睡，刚睡，刚睡。哇。欸，真的吗？好好，我也要一点，可以多吃一点没关系。哦，谢谢谢谢。我看你喝完那个，那對、啊、这个，哦，这是初恋的感觉。初恋的感觉。哦，啊，好喝吗？甜甜的感觉吗？对，甜甜的。这是威士忌？不是，苹果西达，还有苹、啊、果西达，还有什么？这个。啊 ，Boker 啊，这就是 Boker 哦，是哦，伏特加加 Boker， Boker 是它的英文，对，那如何？哦，初恋 Boker， 太重口味，因为第一次嘛，第一次很紧张，然后就很想要冲这样，初恋大概像这样，这个太酸酸了啊，酸酸的，这个是打脸，年轻啊，年轻、年轻吗？那个他们不是都说是年轻、酸酸甜甜的，酸酸甜甜，真的真的，我喜欢，我喜欢，哦，真的、哦，我觉得话，你比较喜欢这个，这个啊、哦，这个，这个我也觉得意外的好喝，嗯，对，这个可能要再淡一点，可能，可是番茄好适合哦，配啤酒啊，对，刚刚喝下来，因为有这样的。啤酒，番茄跟啤酒是 Red Eye 哦 ，Red Eye， 应该，那
近讲，你比较想要交台湾的女朋友还是日本的？现在真的完全没有分别哦，没有啊，那还是有语言的问题，所以我的要求就是可以连带我的中文的女生。哦，然后咯，那你觉得这两边差在哪？我觉得台湾的女生比较会讲自己的意见、自己的心情哦，哪里不喜欢之类的。那边的女生的话，真的不太会讲，对对，忍住，然后突然爆发之类的，或是没有说，但是我没有会说，哎，为什么我的哪里不好？哪里，但是你没有讲啊。通常要怎么去知道他觉得你哪里不好？要观察嘛，或是跟他的朋友哦，因为他会跟朋友讲啊，对，好难哦，对，台湾的女生直接说，哦，对，台湾好像都会直接说，但是我也比较不会讲自己想的事情啊，好像有俊讲。不太会，对，我不太，除非就是喝多一点，然后啊，对，真的是我才会讲，我觉得这样也好。日本人喜欢喝酒，是不是也是因为啊？对呢，对，所以我的女朋友的话，可以喝酒的人比较好哦，因为就会比较对，哦，对，那你还记得上一个交往的女生，可以分享一下你们那时候交往的状况？所以我以前的女朋友的最近的啊，最近的是我的大学的后辈，哎呦，先輩，对，先輩哦，先輩跟口嗨，我真的对，就是先輩跟口嗨会有一种好像还不错的感觉。原来我四年级的时候，他是应该二年，然后我是大学的那个延期哦，延续的啊，延续的，对，社团对，然后都，然后延续一样的作品，然后我们回家的方向也一样哦，所以有的时候我听他的烦恼之类的，然后我们夏天一起去旅行，我们去海边哦，有住吗？3天2夜哦，好好，对，社团这样还蛮不错的。然后后来，然后我一天的晚上告白，对的。但是我下个一天要回去老家隔天就要回去了啊，对，他也真的太突然被告白的，就是给我一段时间啊，哪路的，然后我回家老家这是最哑巴的啊，对，就是我告白，然后明天我回老家，哑巴，但是结果他接受我的告白哦，说 OK 的，以后大概一年交往，然后后来是怎么？应该先问中间可能约会啊，你们会去哪里？最常去的地方就是万卡，因为那时候是我也是大学生，他也没有钱，我也没有钱。然后那边的话可以两个人啊，那个万卡是比较大啊，对，里面可以两个人啊，对，一起看 anime 或者是电影，对，然后哪路的？那最后是这个，现在我觉得我自己很坏，因为我快毕业，然后我找到的工作是我真的最想要的电视台的工作。对，那时候俊杰很厉害，他是在电视台的后台嘛。后面对，所以我那时候我真的太开心，然后我的脑袋都是这个工作的未来，所以那时候我有点对自己的女朋友比较冷淡。对，那最后是他提出来吗？你是怎么样提出来？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有点太自己的工作有兴趣，然后对你的兴趣变差很多。对，我懂。他是还是大学的学生，还有3年级，所以比较有时间。对，你可能会觉得说，你可能不能很常陪他。没错。然后还有可能就是理念上会很不一样，这样啊，那如果我很坏吗？不会，我觉得这个台湾也很常遇到。有吗？我觉得台湾人的话会两边都可以，会有，但是也有很多也是跟你一样，因为工作的关系导致两边就是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，而且你比较没空，他比较有空，可是这样就对不起来，这样，然后久了以后，你可能会觉得说。你怎么都没有在干嘛？这样对，就是人久了会这样，慢慢这样想，会慢慢的啊更不好。可是我觉得有好好讲就 OK， 对不对？虽然最后很难过，但是 OK， 待救补。所以我现在的想法就是，现在可以恋爱的话，跟我大概一样的工作的人比较好的。
哦、不会差太多。对 对, 對，才可以互相了解。哦，了解。那应该 YouTube 对，所以我觉得 YouTube 是最好的。对 ，YouTube 其实最好。嗯 ，YouTube 或是艺人，因为我交往的话，我想公开、哦、然后一起开频道之类。對對對，而且平常工作在一起，嗯，就比较不会太远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可以也可以。嗯嗯嗯。那俊讲，你会看那个吗？女朋友可能以前有不好的传闻，可能她以前有劈腿啊、做过不好的事情啊之类的，你会在意吗？她以前是这样，可是现在没有。我有可能会在意。哦，会想，对不对？嗯嗯嗯，因为人类的个性不会那么容易啊改变，这个是这个是。对对对对对，然后说，那假如说现在出现一个女生是你的真爱，但是你要放弃 YouTube 啊，不行，那样的女生不好啊，不太啊，不会了解我的工作，我也当然了解她的工作，互相对哦，确实，因为假如说你为了一个女生放弃工作，代表说她没办法体谅你的工作，对啊，那你未来可能做任何事情她都会不体谅你，那这样久了久之，你会压力一直啊，对哦，这样真的不行，嗯。今天差不多聊完了，哦，是哦，对啊，其实我们聊很久了，对对对，我们聊很久，是不是还不错？还不错，就是轻松，然后又喝酒，好了，那感谢大家，谢谢俊江，记得订阅专研 Japan， 谢谢，还有很多很多频道，对对对，不卖专研台湾，很多大家可以去订阅。对，今天感谢俊姐来陪我聊天。感谢啊、那各位喜欢这个系列，记得帮我点喜欢，然后订阅点起来。Yeah, 大家也可以分享自己的想法，嗯，对，内心意见。然后想要问什么问题，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们说。这样没错。那各位晚安，晚安，睡安。